白榜妹子要跟我处 CP，兄弟们，我处还是不处呢？你个小癫疯，你还说带五香存储，我在说什么大话了？你不是说你白榜吗？我来看看。就是白榜呐，你个小癫疯，你哎呦，说最我高都好榜，久没有打过。最高榜，我操，KD 这么高吗？最高榜18，你真是白榜啊！是啊，我都说啊，你个假白榜，你说我。我操！谁信谁？我操！这赶紧跟我铁皮上麻一把，带我上个分身呐！行，铁定带你上分，你还当我粉，当我粉丝，什么？要不要当我的粉丝呢？我要！我操，真的是个白榜啊！都说我是白榜了，你爱信不信吗？你非不信，非不信，你给我吵，指定我吵。我操，真的是白榜啊！对，粉丝，我天天带你上分，我给你上存储，我带你打白榜去。真的假的？我操！这白榜是多 easy 啦，就是有手就行了。这把你先带我飞，我上分老难了。跟你讲，这小巅峰局20个都不在话下的，好的，真的是个你大要佬。杀多少？20-30个呢。哦，我懂，成我为都没新资格拿跳伞队长了。要别人看到我跳伞了，都不敢看到我是白榜，他们都害怕的，都不敢进来了。哦哦，对，好厉害呀，76星。凭什么你304星啊？凭什么？这不是我的号，知道吧？我拿过来装杯的。你跟我处对象吧。真的假的吗？跟我处对象吧，我跟你自我介绍一下吧。那我直接送你10朵玫瑰嘞。行，你跟我处对象，给你自我介绍一下，这是女生，168.9，1米2的。洗澡5分钟，吃30分钟，无暴力倾向的，这还健全，不妥的。你跟我处对象？一个女白吧，要跟我处对象，你骗我吧？你不会是缅甸的吧？放屁！怕什么屁？跟你认真处对象呢？我直接 CVDD 嘞。你这都不好意思。那你送我10朵玫瑰呀、啊？我凭什么送你呢？你送我不都好了？连100分我都给你加，我都不送，多浪费我玫瑰花了。那你不是刚刚不是说不好意思吗？那你来送啊！我刚刚是谦虚了，你都别在意，谦虚一下。我真的怀疑你是缅甸的呀！怎么可能呢？我跟你讲，我人可好了，人老好了。我从小就会背99乘法表的嘞、哎，然后别人好多人都跟我搭讪，我都只跟他们说你好的，我都不跟他们搭讪的。你跟我处对象妥妥的。真的吗？那不行，我必须给你下个聘礼。你看，这必须都给你。你说啊，你以后捡到好东西都给你，骨头也给我们。这必须都给你，全都给你。好，你人真好呢。给你们自己的人头，我全都让给你了。啊不，我全都让给你，我要人头有何用？哎呀，你三级头什么光火冲锋枪都给我，你这要再拿你，我就多不好意思。咦，你拿人头？咦，小白榜。咦，这又是什么？你看，啊，我不动。行，这人没了，我超厉害了，我跟你讲。哇，你太厉害了！哇，你又捡到把信号枪，我太牛了。对啊，我要天选之女。那肯定啦，真的。你先点。你选吧，都让给你。哇，这太好了。老婆，我对你可真好了，你都不跟我处对象。别动，哦，我不动。哎呀，你好厉害呀！怎么又打死人了？我刚刚都说我看到真人了，真人超厉害的，我都没让你，我没敢让你动嘞。哎呀，我操！我太幸运了。是吧？遇到我是你的福气。那肯定的。你还要什么？我不舔，你拿、都是你的。我都把利的都拿走了，我把好的都给你留下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也发现了，简直是我的女神。别叫死我，不好意思。必须。哦哟，我真的喜欢你啊，宝宝，我要跟你处大象。我跟你处对象，我就冲你这300多颗星，我必跟你处对象。没见过300多颗星的你。希望你不要是缅甸的啊。哎，你妥妥香菜哥们，根本必带你上分，跟着我以后带你吃香喝辣，你懂吗？对，我必跟着你，就冲你这句话。带你打架去，然后有人我来给你杀，你都别动啊！我让你别动，你别动，我让你动了再动。我要看到人机了，我必让你打的。好的，我就信你。走，狗子，走。哇，我跟着你空投舔个遍呐、啊。是吗？你看我被你多少？从这里杀。啊，被人家舔过了。谁呀？是谁呀？这么狗。
fans 他行动。哎，这个人。发现敌人，标记目标点。这里，这里。很厉害的，这个走位。好，哦，你在动。哇，你好厉害呀，700秒了。小破。知道，我行动了，行动了。像我这样温柔、美丽、善良的女朋友不多了，你可要珍惜。我必须珍惜。像我这么温柔、美丽、漂亮的女朋友，那死火凤，你别动！哦，我不动呀！这什么东西啊？拔刀！他还能开枪？拜！哎，你好，快上！我被残了，你上车吧，我们弄死他吧。人机咱都不打了吧，人机。上次你在这看这个领域操作。哎呦，这个吗？有打大墙。哎呦，我错了。干嘛呀？哎呀。哎呀。啊。哎呀，怎么还有人呢？不动。哦，不动。啊，我厉不厉害？哇，太厉害了，我心动了，怎么办？你要处对象了。真的吗？你真的要给我处啊？你真的不要骗我呀！我很单纯的，都没跟人家处过呢。那我就是先给你预定处对象。送你玫瑰，你让我直接申请了。啊！我正好没有申请过钢铁。啊！你个渣女，钢铁！你不说你没跟人家处过吗？我闺蜜，但是我闺蜜，我逗你一个男人，逗你一个男人。真的吗？那让我直接去申请了。我必送你十朵玫瑰。我太小了。20多，你让我倾家荡产是吗？我以为你人够好了，你别动。我不动。啊，你唱歌，我靠，我怎么这么帅呀、啊？我操，你太厉害了，你迷住了，哪怕把我卖到缅甸我都无所谓了。真假的？你怎么说我？为了为我掏币吗？对。可以呀、啊。那我的哥哥们跟你这个死不死的面好吗？什么？什么哥哥们，你在说什么？我的好朋友们，他们都想见一见你这么好的人，他们也能为了你掏心掏肺的。我好朋友都能为你掏心掏肺的。真的假的？我有点怀疑你是缅甸的。大家都说我是干这行的，你都说你不能为我掏心掏肺的。这是我是说话不算数吧？我有点怕你赶我腰子，算了吧。不行。不敢。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，我怕你嘎我腰子。不，咱慢慢来，咱不急，咱都先处对象。哟，小心，我替你挡住，别，你快上，都是大人机坨坨的人机，我跟你讲。大残地挡。妈呀！弄死他！我相信你。有点小厉害。